所以后来您在那儿待了十几年，然后才来中戏读书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然后后来终于跟我最爱的哥哥合作上了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哎，合作一把。哎，我们在新疆合作愉快吗？愉快，非常愉快。对，太愉快了。这关键有老李头子，我们叫老李头子，管他李幼斌，管他叫老徐婆子啊，老徐婆子。哎，管我叫老楚头子，我们仨就是这么一起玩啊。哎，完了晚上就出去吃饭去。哎，喝羊汤啊，是吃羊肉什么的。他吃不踏实，坐那儿吃这。老是看表啊，看现在几点了，赶紧怎么？结果到最后我们才知道，他跟制片主任说好，他想预支，就是回去预支。你都忘了？我忘了。就预支钱买石头去。对啊，买玉。天哪！啥玉呀？我跟你讲。石头。我跟你讲，我那都成大巴扎，有大巴扎，我那是小巴扎。他那个屋里头，就从一进门，哗，就这一片子，人能从这儿进来，一看，要给特写的话，就感觉是新疆某一条干枯了的河套，这么几米给搬他们屋来了，全是大河卵石啊。买的，买的，全是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后来回来我都分了人了，对，我都背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石头你知道吧？哎呀，还有这样的事儿，反正我到哪儿去就是把这钱就花到这儿。我跟你讲，他那个钱是一分没带回来，对，全花在石头上了。那这临头几天还得算呢，算还能剩多少钱，剩多少钱之后明天去买最后一波。我的妈呀，什么雕刻呀，什么都买，反正什么都买。就是这个戏没演怎么样，但是人是很著名的，叫我那就叫小巴扎，每天都有人来参观，看我买了什么东西。小巴扎。戏是没问题，他要是在下边预备戏，他会预备的到家，那个戏都预备的特别，我们对词儿什么的我能看出来，我准备谁准备戏了，谁没准备戏，大伙儿一碰就知道。嗯，他就是一看，那就是戏，头天晚上把这个戏弄得特别什么。我也想的，认真很认真。